阿媳妇小心点。好啦婆婆。啊。婆婆对不起我没有看到。没事。袅袅老人迟暮十里梅香秋日。阿雄你怎么来了？我不小心把婆婆的发簪踩坏了，我看到婆婆在哭怎么办呀？啊，是那个木簪子吗？嗯，是啊。哎呀，那个发簪是妈小时候曾祖父亲手掉给她的。都怪我太不小心了。没事，交给我，你先回去吧。巷口爱人早晨寂静所有才能买一份寻常温柔，只是寻常岁月是。老板你好，有发簪吗？哎，有啊，我给你拿一下啊，你看一下。爱你的每个秋日。老板，这个多少？这盒2.8。好。只是寻常岁月。老板，我晚点再过来。好，可以。喂，阿英，你不说这两天有事，你今天还需要替班吗？有啊，你有来吗？嗯，但你能不能把当天的工资先结给我呀？可以过来，我先带给你。好，那我现在过去。阿姨，我来了。晨晨，那你慢点哦，我先走了。好。我得快点来了。贪望昏黄三三两两炊烟袅袅花间楼外。你好，你的外卖到了。我没有搞错，我送外卖这么久，我给你差评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南风飞扬少年在归家路上如常，只是寻常岁月时书写风花雪月时，爱你的每个秋日都像神话未知，只是寻常岁月时。老板，那个发簪帮我包起来吧。好。太温柔容易偏执爱人，却爱一次，只是寻常岁月时书写风花雪月时，爱你的每个秋日都像神话未知，只是寻常岁月时。婆婆我回来啦。一整天跑哪里去不见人影，吃饭。哦。婆婆，今天都怪我不小心把你的发簪弄坏了，我特意去买了新的给你，你别难过了。你这孩子，今天不是你的错，是我自己不小心掉在那里的，别放在心上。嗯。妈，你看。妈，那是我自己做的。孩子们，物件只是念想而已，只有在特定的时光里才有属于它的意义，而现在它们有了新的意义。吃饭吧。嗯，吃饭。儿媳妇，你喜欢吃的酱母鸭，多吃点。谢谢婆婆。嗯。儿媳妇，你在干嘛？婆婆，昨晚听你一直在咳嗽，我炖梨汤给你喝。烧的火怎么脸弄得跟小花猫一样？没关系，婆婆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没事，这几天夜里了，可能着凉了。婆婆，梨汤快好了，一会儿你端出来喝，我出去一下。脸去擦一下。好。珍珍啊，你又去哪里啊？邱医生，我去镇上买东西。那正好，珍珍今天帮我带给我女儿。哦，好的，邱医生，谢谢你了，珍珍。没关系。听书茶楼
下个巷口，爱人早晨起床。哎，小敏，邱医生让我把鸡蛋拿过来，你没在家吗？饭门口吧，我一会儿就回去了。哦，好。只是寻常岁月时，书写风花雪月时，爱你的每个秋日都像春花未迟。只是寻常岁月时，是写余生的样子，太温柔容易偏执。爱人去爱一次。完蛋了，完蛋了。怎么搞的？哈密瓜不爱我，你是傻瓜。喂，小敏，珍珍，你怎么把我妈给我的鸡蛋都搞碎掉了？啊，我放在门口的时候还好好的呀。好好的，你自己过来看，全都坏掉了。那你看鸡蛋多少，我赔给你吧。我妈给我的是家养的土鸡蛋，很贵的，100。好吧，我给你转过去。老板，这边有没有电热毯？有，这边带你去看一下啊。给你转过去啦。好，谢谢，慢走。小韩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珍珍阿姨，对不起，那些鸡蛋是我不小心打碎的，我不敢跟我妈说，怕她骂我。小韩，鸡蛋打碎是小事儿，阿姨赔钱也是小事儿，但是我们要勇于承认错误，更要敢于承担责任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珍珍阿姨，我要回去跟我妈承认错误，不能让我妈误会你。嗯，这样才是好孩子，走吧，阿姨跟你一起回去。好的，阿姨。妈，啥？你跑哪里去了？整天都看不到你的人。妈，对不起，鸡蛋是我打篮球不小心打碎的，我不敢跟你说，怕你骂我。你这臭小子，做错事不说，害我误会你珍珍阿姨。没事的，小敏，误会解开就好了。不好意思了，珍珍，钱给你转回去。嗯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好的，你慢点。珍珍阿姨再见。好。珍珍，你去哪里了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几天天气冷，婆婆都着凉了，我买了个电热毯给她。嗯，我来拿吧。好。妈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要去地里摘点生菜回来。婆婆，你人不舒服就不要去了，我和阿雄去。妈，这是珍珍给你买的电热毯，晚上拿去铺一下，睡觉就不会冷了。浪费这个干嘛？行吧，你们两个去吧。嗯，走吧。现在外面挺严重的，你要注意好身体啊。嗯，今天喝了梨汤好多了。有了电热毯，晚上应该就不会冷了。我老人家冷一冷，冬天就过去了，浪费那个干嘛？妈，我们努力不就是让你过得更好，怎么能再浪费啊？是啊，婆婆，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行，你们有这个心，妈很开心。吃饭吧。嗯。
岁月更替，拥抱幸福。